8月1日晚，黄磊通过微博晒和一双女儿的照片，并写道：“在乌镇想他们。”这片中，黄磊父女三人趴在床上，朵妹依靠在姐姐身边，黄磊将一双女儿搂在怀里，应该是在看电视，画面非常的温馨幸福。此温馨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好可爱的一对姐妹，人见人爱呀，好羡慕，好幸福，好温馨呐！”温馨的画面，定格的时光，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，是爸爸贴心小棉袄，今天也是感性老爹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